你又打算跟那个时候一样，轻易放弃逃走？冬雨是我的儿子，我比任何人都还想抓住那个家伙。我不是为了做这种垃圾事才当律师的，太让人失望了。我现在才要讲最重要的部分，密码是什么？我突然想不起来。你疯了吗？让你感到不舒服，我道歉。坏掉的是头脑，为什么痛的却是心呢？记忆，未来戏剧台，周一至周五晚间11点。